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来宾 Cindy。안녕하세요 ，Cindy 예요，我是 Cindy。我们今天邀请到 Cindy 一起来玩游戏。玩游戏？对，一起来玩。我们今天是一个试吃的大富翁。可以试吃。可以试吃。我刚刚没有吃晚餐。你刚没有吃晚餐？对啊，就是为了吃。为了吃饱是不是？那你要看好这些绿色的点。好。要骰到这上面。好。我们大富翁的规则非常简单，就是跟一般的大富翁一样，你骰到几就要走几步。然后会有一些机会跟命运跟指令，甩到哪就要做什么动作，非常的简单易懂明了。Yeah. 可是我觉得那些任务看起来好像有点难。那就是希望不要甩到。好，那我们猜拳开始吧。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耶， yeah, 我赢了。好，所以我先，你先开始。好。会不会跑下去？滚走！对，它飞得非常的远哦，滚那么远，然后结果才一点，是一点，可是一点是试吃哎，这个吗？哦，但起点在这里，一点是试吃哎，运气也太好了吧？对啊，刚好想吃就有。好，这是我们的点心签，好，请抽五号，五号。是一个人就吃两个吗？这两个都是你的，太好了吧！那我要来吃这个好了，意大利经典火腿味，这应该是就是乐事最新的口味吧？应该是，好像是圣诞节出的哦，怪不得它就是火腿跟烤鸡，因为我觉得烤鸡很有圣诞味，好香哦！你要闻吗？我没有闻到火腿味，我也没有闻到火腿味，就是洋芋片的味道，就是一个咸味，长这样子，好大片，超大片的，很完整，怎么这么大片，超级完整，那我要吃哦，你直接一口塞进去吗？好啊，吃，我吃不出火腿味，所以它就是骗人，就是它有个咸香味，但是吃不出来是火腿，完全吃不出来。好，失败的产品，这样就失败了，也太严格了。而且我觉得它有点咸，好咸哦、喔啊，火腿的咸啦，火腿的咸，所以它只有做出它的咸味。再來第二包这个佛罗伦斯香料炖鸡，那它是炖鸡耶，炖鸡跟烤鸡有什么差别？烹调方式不一样、喔。哎、欸，它是有波浪的，好香哦、喔。我觉得它味道跟上一包一样，可是它是做有波浪，我自己很喜欢没有波浪的洋芋片，比较有口感。对，可是也很容易刮伤口腔内壁，然后就会很痛。有啊，就是鸡汁味，有鸡汁。嗯，然后香料有吗？没有佛罗伦斯感，我吃完还是在台湾，我没有到意大利啊。哎呦，可惜了。佛罗伦斯在意大利。在意大利吧？对啊，应该是在意大利吗？对对对意大利，好，显得孤陋寡闻，但是很好吃，好吃的，是好吃的，就是乐事的原本的好吃度。好，换我，这是几？等一下，这样算六吧？这样算六吗？嗯，六，一二三四。恭喜！然后请坐十下。现在是一个提示能的现场。突然开始的提示能，好，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八、九、九，最后一下，最后一下，十。如何？好累哦。我以前高中还是什么时候？大学最近一次做仰卧起坐的时候，我一分钟好像只能做23下。23下已经很多下了，一分钟23下不是很少吗？超爆少哎、欸，超爆少啊！很少吗？不是30几下基本吗？好像30下很正常哦。换我哦，但其实我现在领先哦。对，对你领先哎、欸。好，二，为什么我那么少？哎、欸，我到机会嘞、欸，所以我要用第一张，对不对？对，好。想移民到哪个国家？这还用问吗？这种不用问的，就是韩国啊。但是我觉得韩国虽然有我喜欢的 K-pop， 但是他们工作什么的都很
很辛苦，听说很累，对，而且很冷。哦，对，很冷，现在超冷的，手机都会自动关机的那种。我即将要第一次去韩国，现在应该很冷哦，你要多带几件。我有听说要穿两件裤子。哦，对，要穿两件裤子，然后里面也要多穿几件发热衣。直接去买 Hand Ten 的羽绒衣，就是现在 New Style 的。耶！咦？哎，你怎么有点衰、啊欸？其实没事啊，就只是我们这一回合叫做上吐2000元吃太多，上吐下泻，下一回合休息。但是你到现在一个都没吃到、欸，这样没问题吗？但你可能会再继续宰到一，那我还是领先。哦，好好好，你好，你好乐观。对。三，那就把压在你身上。哎、欸，换我。哎、欸，仰卧起坐，仰卧起坐。换我。一、二、三、四、5、6、7、8、9、10。耶！请问是没有什么感觉？有点热，有点热，有点热。速度整个差很多哎、欸。真的吗？所以你刚刚是？我刚刚是很久吗？蛮久的。哎、欸，换、欸，还是你？还是 我在休息，我在休息。好，我快要超越你了。几六哎六哎1、2、3、4、5、6哎、欸，所以刚刚前面这么顺利是为了让我回到起点吗？这边是一个恶魔区哎、欸，我们这样子到得了就是终点吗？可以啦，好吧，可以。我刚刚还想说我很幸运，好吧，换你了，换、欸、我。1、2、3、4、5、6、欸、你要五或六就好了。6、5，耶！恭喜恭喜恭喜！就干了你的。哎、欸，这很荒谬哎、欸！我们一起回到极点。前面那一段有什么意义嗎？我们刚刚还做了这么多仰卧起坐，我们仰卧起坐可以还我们吗？好吧，哎、欸，那换我，换你。好，我们会不会就这样一直 repeat？应该没这么衰吧？永远都一直回到起点。六，我才刚做完呢、欸。1、2、3、4、5、6、7、8、9、10，耶！我做了20下仰卧起坐，明天会有腹肌了。恭喜恭喜恭喜！啊，哎，在哪？一，哎，换你试。哎，我可以试吃了。什么？哎，四号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它是鲜果实软糖凉入，然后有附赠一个可爱的袋子。原来它叫干乐鲜果实软糖吗？完全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好怂，真的。刚撕开还不用打开，就闻到超级浓的葡萄味。他说它是甜甜酸酸的软糖，但是。没有到很酸，只有一点点，所以其实怕酸的人也可以吃它。哦，有我闻到那个葡萄味了，我在旁边就一直闻到，超级香。娃娃，四、二、三、四，耶、yeah, ！四次菜，三号，我们刚好就5、4、3哎，真的，哇，真的看起来很棒哎，我今天都得到重量级的，是圣诞节的 Oreo。而且它是就是外层有裹一层那个白巧克力，很胖。我刚刚做的那20下就没有用。脆皮香草夹心巧克力。哦，它是小包装的、哦，好浮华的。哎、欸，它好重，你拿。它超重。好有分量哦。超级重的。好美哦。超美的，这超适合出现在就是圣诞 party 上面。真的，就一盘，然后就摆一座山在上面。对啊，感觉超美的。对啊，超像的。哦、对，像马卡龙，很可爱，形状也很像，超级可爱。我觉得吃起来有比较甜一点点。哦。我觉得喜欢甜的蚂蚁人应该会喜欢，因为它就是变得比原本再甜一点。蚂蚁人自己举手。我觉得很好吃哎，就是很刷脆。我觉得比原本的 Oreo 还要好吃，因为原本巧克力。部分有一点苦，有吗？我觉得有点苦，就是比起这个啦，这个吃起来很顺口。我觉得它跟那个 Hershey's 的白巧克力片那个有一点像，那个味道，我自己很喜欢，我很喜欢那个。这一盒都我的吗？对，你的。真的吗？也太好了吧！你的，谢谢米雪。
谢。好，换你。是。我现在路过吧，这样叫路过监狱吧，所以没事。二。等一下。我是不是被诅咒了？我只要一吃到好吃的甜点，我就会立刻回到极点。这是怎样？这还是发生什么事？我先继续，我先继续，看是不是真的发生这种事。三。一二三，哎、欸，第一个命运呢、欸？加油！戴上扩嘴器，扩嘴器是那个吗？扩嘴器一回合吧，一回合吧。哇塞，你们哪里变出来的、啊？好，回来了。你可以开一点，我觉得我。好，我继续，我你开一点，我是能吞口水。六，我怎么觉得我进入一个奇怪的循环，我进入了吃东西跟运动的循环。我要这样子，就他要养乐体做法。你不要滴口水在我身上，我也很害怕。好彩滴下来了，换你的。哦天啊，六，应该过了，六过了。这是什么？一二三四六，随机舞蹈哎、欸。但我不会跳舞哎、欸，怎么办？你都会整手都会跳啊。不要溜，不要溜，不要溜，不要不要啊！一哦，休息，休息，我上吐下泻，休息，吃太多了，吃太多了。我觉得三蛮不错的。一二三四五六，这是命运哎！来，你都被收到奇怪的指令哎！来，因为我就在东你啊！为什么觉得是我很衰？你知道我有什么超能力？你知道我有什么超能力吗？什么超能力？我超喜欢你。米雪的壁咚结束了。哎、欸，不对，你休息啊！对啊，我吃太多，我吸不下去。我怎么动作这么快啊？对啊，为什么你已经要到终点？哎、欸，你直接到终点了、欸，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这是什么荒谬的进展？要到两次终点，换你，换、哦、我。五。哎、欸，我真的被诅咒了，起鸡皮疙瘩！你真的被诅咒哎、欸！对镜头，神奇的对镜头讲一个撩妹语录。沙浪黑又是什么意思？喜欢你，我也是。你每宣传二十秒，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 Seventeen 这个组合。因为他们是一个就是有13个人，然后13色三个组的一个团体，然后他们就是是自给自足的团体，然后呢每个人都长得非常的帅，但是又各有特色。重点是呢，他们自己怎么那么快？怎么那么快？我都还没讲重点呢、欸。六，我要唱歌，要唱歌，街头卖唱，唱20秒。他还说什么吃太多没钱，我根本就没在吃。好，那我唱 G Friend 的 Time for the Moonlight。떠려는별빛밤자기는때넌어디는보고있는지금방이라도사라질것같은데기다려던시간이지나고이제보내줄게아니야아직은너를耶、yeah ！让我来个二吧，加油加油！很远，二吗？六，哇！一二三四五六，命运命运好好玩，命运好好玩，来，那就直接抽吧。三十秒画出对方，原本要出给 Cindy 的，因为他很会画画，结果都是自己动的。对，好，
开始。我觉得其实蛮像的啊，重点放在头发。所以这个要送给我吗？送吗？那你要在上面，你要在上面签。这种东西。米雪大师落款。耶、yeah.。谢米雪，送出一张画，拜拜。一，哎，我直接到终点了。还有三个饼，要介绍看一下好了。啊，看起来很高级耶。这个是我们没有抽到的六号是品客的圣诞包。它后面我看到它还有跟那个风之谷，对，它跟风之谷有合作。可爱小包装，这个是原味。这个看起来很厉害，这个是鸡汤酱油拉面、哦，感觉很厉害耶。这个感觉很厉害，一番花枝炒面。先看这个，好，它有一个，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味道啊，酱油吗？有个甜甜的味道，特别的咸。我觉得它一放进嘴巴里面的时候，会先有鸡的味道，然后再来那个酱油的味道就是。哦，酱油味很重，很咸，吃到最后就会有一种有点死，就是我在吞酱油的感觉。对，花枝炒面哦，有炒面的味道。哎，日式炒面，它有，就是有那个日式酱的味道，它有在吃炒面的感觉，有好吃。它调味比较适中，它不会像这个那么咸，然后又有点甜甜，嗯，很刚好，而且很像，很算，很炒面。接下来第二款，它是苏格兰皇家 3D 圣诞树造型奶油饼干，它感觉要拿来配茶。哇哦，打开来就还好，它感觉要放在盘子上面。但是它这个盒子很可爱，它做两层的，好香哦，是奶酥饼干的味道。它感觉很扎实。这个要配茶，嗯，这个单次会有点，它太扎实了，嗯，有点干。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我们今天最贵的哦，真的哦，这是 Pocky， 可是这一盒 Pocky 要399块，太贵了吧，399块，很可怕。它的名字听起来很贵，它的名字很厉害哦，它是女神的红宝石，看起来很厉害，不知道什么口味，它上面有写，它上面还是写胡椒丁香，女神在哪里？女神红宝石在这里吧。你说这个包装没有？我说你啊，哦哦，是小包装的，等一下，所以女神在女神在哪里？好的，它就是一根 Pocky， 它的巧克力闻起来不太一样，它的巧克力闻起来有酒味，它巧克力吃起来有樱桃的味道，它吃起来是稍微再苦一点的巧克力，不是原本 Pocky 那种很甜的感觉，比较成熟，嗯。有女生的感觉，就高贵感，高贵感，有一个高贵感，感觉。但是我还是觉得399，我想买便宜的就好了，太贵了。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 Cindy 一起玩圣诞零食开箱大富翁。嗯，耶、yeah ，很顺利的每一个都吃到了呢，很不顺利的完成了呢。大家以后在设计大富翁的时候，记得不要这么为难自己。请不要设计前进一格，然后下一个就是回到起点的这种奇怪的关卡，好吗？我觉得能够少到这么多次，应该还是就是冥冥之中有注定，应该是女神的眷顾。对，谢谢女神，谢谢女神，谢谢女神。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影片的话，可以帮我们按一个喜欢，然后也可以订阅八婆跟 Cindy 的频道。那有什么想说的话或希望我们做的事情，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来告诉我们，然后也可以去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